Hello， 各位妞新闻的读者，大家好，我是哈雷蜜。今天哈雷蜜要在日本帮你们开箱什么商品呢？第一样我想要开箱的是这个，它是熊本熊的样子哎，因为我在药妆店一看到就先被它的包装吸引，然后它里面呢是长这样很可爱哎，一颗就很像那种护发油的形状，不管是脸或身体都可以使用。日文名字叫做什么呢？叫做 Kirei Yu， 就是漂亮的油会让你变漂亮。然后呢，你只要把它上面这样掰开，就可以把它这样子在手上搓热，然后抹在你的脸上，在你洗完脸之后当做妆前使用。其实这个油的成分是取自于马的颈部哦，颈部的鬃毛底下的皮下的油。那这个油其实非常非常的珍贵，它一整匹马它只取不到1%的成分，非常的珍贵，帮你保湿跟抗斑美白的效果其实都有。第二个哈雷蜜要介绍的商品是这个 Botanic Brands 出的鲜奶保湿面霜，可以在你洗完脸的时候当做面膜使用，而且它是不用洗掉的，就是你涂上去之后把它厚敷，然后按摩让它吸收。光看它外包装很可爱，很像一个冰淇淋的感觉，对不对？女生就已经够喜欢了，我们来看看里面的效果如何。它一打开呢，就是这样霜状的质地，很像奶油 cream 的感觉，抹在手上非常好推开耶。它这一款其实就是日本女生急救保湿的小法宝之一。那如果你也是冬季很容易干痒，皮肤容易脱皮，很容易缺水的女生，这一款哈雷蜜就非常推荐你可以买来在冬季的时候做成早晚的面霜使用。第三个哈雷蜜要介绍的这个商品非常的厉害，它是我自己非常非常爱用，而且我不想要介绍给你们知道的东西。好啦，开玩笑的，它是一个四效合一的洁肤水。它怎么说是四效合一呢？你可以卸妆、洗脸，然后化妆水跟保湿，四效合一的成分，就等于你用了这一瓶，跟我哈雷蜜之前介绍的早安面膜有异曲同工之妙。你只要一瓶就可以抵万瓶，主打的是它是肌肤的食物，它里面所有添加的东西都是食品级安全认可的，非常的安全。它里面没有添加石油界面活性剂，也没有添加细磷、酒精、矿物油，也没有香精、没有色素等等的东西。这些你通常在保养品、化妆品里面看到的添加化学药剂，这一瓶通通没有添加。大家应该会很怕说四效合一的会不会卸妆卸不干净，是不用担心，它卸妆的效果非常好，因为我自己非常爱用。你看就干干净净了耶，轻轻一擦它就掉光了耶，所以你不用担心它的卸妆效果不好。这个其实也是我哈雷蜜懒人爱用的另外一个大商品。那看完哈雷蜜今天介绍的三项樱花妹秘密保湿级产品之后呢，药妆店看一下有没有哈雷蜜介绍这些热门的商品哦，因为它冬天对你来讲真的非常有帮助。下次见，拜拜。